是 Greedy Black Hole， 现在去 Metal 的王者 Testament 要来台湾开唱喽。三月六号在 Lexi 摇滚区预售票只要1600，四人票票也只要5600哦。还有南台湾的半数也会参战哦。这么爽的表演，如果你错过就哭哭喽。QQ 喽，拜拜。啵啵啵啵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Greedy Black Hole。哪位？欢迎大家来到。好啦，再次比试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Greedy Black Hole。你吹吹什么大嘴呀？废物哦！看，你徒劳的坐前面，你是贴着他，你还可以看着讲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在 Lexi 预售票。哎，摇滚区，摇滚区预售票，不要重来，重来。摇滚区。你要念快一点，你要接快一点。没差，我讲的已经超快，这个，大家都还知道。然后他太累，然后开始往进。好，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Greedy Black Hole， 这是我们的迷你专辑。然后我们在 MV 上面有视频链接，可以去听听看。喜欢我们的可以来表演，或者是在网上跟我们订购，我们都会寄给你们。这是我们的帽子。有金色和银色两款，还有黑色跟亮黑色，在台中茂家铺，你们一定要来买哦，爱你们！然后我们的新专辑目前正在努力的在制作当中，所以请千万不要离开我们。然后我们因为贝斯手小凯在马祖当兵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新专辑的制作过程中有一点 delay， 有点延误，所以希望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会做出最完美、最优秀的作品给你们。我们小黑都爱你们，拜拜。我觉得他太认真了，没有认真，而且。